是不是觉得朱点妖才是那个凶手？九号，朱点妖一直想拥有一张完美的脸，不再以食人脸来维持容貌。房记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画皮师在哪儿？捉妖师在前，要帮忙吗？你就是画皮师，你不想复仇吗？师父，我们可以强强联手，除掉乌灵。就算赔上这条命，我要杀他。我身上背负着画皮师的责任。